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贵国神书天德经。心愿难见，三十三天望江帆沉。最重生，一中一观最重生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人有真性归国主，人有真性归国主。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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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。啊，咱各位同修，啊，咱各位啊，全国十方圣弟子，咱今日中华民国九十二年。啊，咱八月二十五日，在咱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福川长寿巷六十六十一号上基山善佛寺，咱的善佛大善堂啊，举行着九十九天护国释灾啊，祈安消灾的九十九天的祈福大法会。咱自八月七日来到这时阵来，咱接受到十方啊诸天圣贤菩萨的加持，啊，咱接受到咱的国界、咱的佛陀、咱的祖先，啊，咱的个人累劫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种种，诶，道生的父母等等呢，要完成这组的基础。尤其呢，咱恭请仰天佛力，恭请着中华民族啊，历代天主帝王总共八百六十二位，甲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，咱的万家姓，中华民族，咱的万家姓，啊，一只呢，受力供养。啊，听经闻法，这中间呢，咱四个所法师啊，嘛非常的辛苦，二工做工课嘛真辛苦，暗时爱过油灯，暗时呢爱过顺油灯，啊，以防有其他无必要的烦恼发生。所以咱每一届那举办着法会的时，咱拢是全心全力来，大家来护持。啊，这只咧，咱来感谢啊，咱法师所有护持的义工的动手。啊，咱今日正式要来讲解着《天德经》，伫昨昏咧，二时，昨下晡两点左右咧，啊，龙天护法拢坐讲来教伊来甲咱加持，所以昨两点。啊！开始升段的是风、雨、雷、电、雾，哦，总教伊。后、啊、来在咱上皮山仙佛寺，早起咧，啊，四点钟啊咧，干那在咱仙佛寺即搭落雨，普降即甘霖、甘雾、法雾，咱派出所遐就打打，干那是即咱即了做。好高色彩的大城市咧，咱石皮山咧，两只大火咧，火光甘霖啊，来给咱加持。所以咱办这个法会的重点重要，就是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啊，世界和平
咱的历代祖先万圣宗亲，万圣历祖先贤的圣灵，买到仰仗着佛力，仰仗咱的王禅老祖几国先师，仰仗着咱的玉皇大帝、诸天圣贤佛菩萨的慈悲加持，会当啊八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咱今日呢，咱照着咱易经大学，啊，咱第六届的学员同修，啊，甲咱全全国有缘的十方圣弟子呢，来伫会场，啊，一只呢共同来啊聆听着几国先师呢《天德经》，啊，几国先师《天德经》啊，啊，这部经呢，啊是啊几国先师伫七月初九。好、哦，所开始的天段，所开始《天德经》者，就是《天风经》。咱真侪人唔知影啥叫《天风经》，干呐知影拜天公。天公的妙法在哪里呢？天公的妙法确实不可思议。伫七月七九，一年四季成熟，咱呢合作几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呢，啊，干呐开始依法。以这个法来回十方诸天圣贤菩萨，尤其呢，甲咱加持，咱听这部经以后呢，咱灵光，咱身体上的灵光，增加咱灵光，增加福慧，福慧增长。在啊，这礼拜日，这个叫做八月十八日的时，咱大安寺，咱主持呢，阮道法师，阮德法师呢。伊传信部的时，迄早起，咱就十点半，我十一点咧开始咧，祭天祭的祭天，啊祭天，咱呐 啊一般咧，咱伫台湾的风俗，第一个后生咧，拢会拜天公，求天公，答谢天公，所以啊，阮就发誓咧，啊伊咧啊。基于这里感应着天公玉皇大帝的慈悲咧，所以讲伫啊结婚典礼上咧，咱就啊邀请着咱真如师啊，咱的法师吴法师咧啊，加这个郭富律啊法师咧啊，大家共同带领着咱学道学经的同修咧，伫咱大安寺王禅老祖。天呐、啊，哈、啊，底下咧，上天德经。啊，其中咱有一位咱的中科院的地主，啊，徐博士，伊对科学的根基，对佛法的根基，对道学的根基，对易经的根基咧，非常非常有真深入。迄天咧，伊在上这部《天德经》的时，上个开始赞扬着三十三天王，啊，伊的慈悲的威德力的时啊，啊，口甲大声细声，泪流满面，对内心发出出来，啊，每个人原来都是有这么大、这么大的慈悲心来到世间，每个人。好、哦，要未来到世间以前，无量劫以前呢？好、哦，咱大家拢是玉皇大帝的化身。那么咱这生来嘛是发的玉皇大帝天公的化身啊！咱拢唔知啊，向外求，向外苦苦吹。所以啊，哈、啊，咱去讲呢，啊，八月十八去讲呢，咱的持佛书啊，啊，伊呢悟到真理，对内心启发开发出来。几国先师的慈悲，几国先师的伟大，甲咱开示，咱每个人自性内底，咱嘛一尊玉皇大帝坐伫咱心中啊，坐伫咱心中。咱的心中有佛，有佛呢，咱啊道家诸房呢，咱心中一尊的天公，一尊的天公啊，玉皇大帝天公座。咱啊无五道的时啊，天公座伫咱头壳顶。天公的头壳顶，三笑顶上有神明，所以奉劝各位啊，绝对袂使咧做歹事，咱袂使咧因为一己之私啦，做出违背社会、违背整个国家的安全安危的代志。
这绝对不容允会当发生。那安尼，咱这世人就别行。所以，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师尊啊，开始就九十九天一个大发挥，何国色彩的发挥咧？咱伫每礼拜日咧，对今开始，拢来讲解着《天德经》，而且将这《天德经》所讲的这样的妙法，咱会照伫台湾电视咱家的节目时段之中，将《天德经》天公的伟大的慈悲讲予十方诸天圣贤佛菩萨，甲咱主感以外呢，啊，甲咱十方咱的大众会当了解到《天德经》的思想，嘛会当予咱了解到咱的每个人的本性。那么这一部经，过去佛经呢，释迦牟尼佛讲真济经，咱王禅老祖《显妙真经》是咱的太上道祖所传的、所传的一部经。那么今日《天公经》呢，《天德经》呢，啊，由咱这个贵国先师甲咱开始。所以各位，咱依法修行，依法来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啊，咱会当证到阿耨多罗三藐菩提。三菩提都是正定正觉，正到玉皇大帝天公的高位的殊胜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虽然是已经大学，咱第六届的同修啊，第六届的学员，但是恁的因缘非常非常的执着。后礼拜，咱第四礼拜，第四礼拜日嘛是共修啊！各位嘛唔通讲哇，我今日上课才来，后礼拜咱就无要来啊！咱嘛袂用啊！咱听经听闻妙法，一世人要听一个妙法就无简单。所以昨昏两点开始啊，哈，咱这个龙天护法总德讲现在满虚空，咱去看到外面这空气啊，密密麻麻、朦朦胧胧，这一粒朦朦胧胧诶，都是一尊圣、一尊神，徛伫空中听咱讲这妙法，甲咱共同一只听经闻法，来听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《天德经》啊。所以这个书信啊，吼，咱唔是一般人，那会当去了解。那么今日才好一年一只咧，咱来请各位同修，咱以虔诚之心，吼，咱静心开始咧，吼，咱就来。我甲各位，好，王禅老祖，王禅老祖是啥人呢？贵国先师、贵国主，战国时代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啊！啊，苏秦啊，的师傅，当时七国还枭雄，哈，这呢，因为天下大乱，天下大乱呢，安尼啪啪杀杀呢，咱人的性命诶。好，无辜的众生呢，因为战争而不幸死亡，所以贵国主、贵国先师啊，伊就派弟子啦，苏秦张仪，哈夏桓田，夏桓田呢来做，用这智慧安定咱的每个人的心，合众众善恒善，就是咱的心合众连环，合众连环就是这点心。咱一个人啊，吼，咱的一个人心若乱呢，社会就乱呀。所以合众连环 ，X、Y、Z， 六度空间，三次元六度空间，六度空间同时的六国。那么中央一国呢，是咱的心，吼，咱的心。同时呢，是安尼秦国、晋国会去用赢呢。秦啊，抓着咱的心，咱爱秦啊，钦秦啊，吼、哦，孔明钦着这个孟获，欺秦孟获，甲第二届就是抓着心啊，共法的意思啊，妙法妙法啊，所以贵国先师啊，派弟子哈下山，做着合众连环，哈、哦，诶，这个妙法啊，就是。安定大众之心，安定众生之心 ，X、Y、Z 到最后是心。
咱的佛教佛法，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西方叫做世界，要成就西方叫做世界，哈，的奥妙妙法超越到咱三佛世界，三佛世界、东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上方、下方、南方、北方，多七个世界。所以咱三佛世界，咱地球为中心，嘛有七有六个世界。到最后来，释迦牟尼佛开始咧，伊伫人我都相信五罗恶世的世间，三佛世界要讲这个法，就是第七个世界，就是咱世间的世界。所以咱要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要去成道成佛的，你一定爱圆满着世间，六道空间，六道的空间。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咱一定爱成就东西南北上下世界诸佛的妙法。所以是两年半前呢。好，我就开始讲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好，伫大师报出总共讲用《易经》的详解678集，678集对《阿弥陀经》的详详细细的说法呢，哈，大概清清楚楚。那么今日呢，咱直接继续要来讲解咱的叫做《天地经》，嘛，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伊搁在一。处的示现伫三宝世界，即处的示现伫咱的世间呐。各位同修，咱拢是易经大学的大家学员，阿拜人天的导师。啊，咱易经大学是培养是养贤出才，培养大家拢成为贤人，啊，培养大家拢会当成为圣贤。那么圣贤要学多了，那么一定爱圆满的六度空间。咱身躯边头前、后壁、肚边、正边，哈，头壳顶、甲脚，咱来圆满着头前所看的，后壁看袂着嘛爱圆满，肚边嘛爱圆满，正边嘛爱圆满，头壳顶嘛爱圆满，脚嘛爱圆满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头前所看的呢，好一切法，后壁虽然无看呢。人无看，咱嘛爱认真问心无愧去做。倒面看呢，咱是朋友嘛爱圆满，啊正面亲戚嘛爱圆满，咱头壳顶祖德嘛爱圆满，咱的思想嘛爱圆满，脚爱圆满，脚爱圆满是啥？力行还是行？爱行到力行这个道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《天地经》，《天地经》伊嘛开始了。六方，六方，伫天宫的33天，伫33天呢，诶所在呢，吼，就是天宫的世界。天宫的世界嘛，爱圆满着东西南北上下。咱若东西南北上下呢，咱就法度马上正道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啊，咱就法度跨过这个世界。咱若法度。圆满到咱的天空33天的世界的法的时啊，咱要成就要对西方极乐世界是根本都比登天还难呐、啊。所以南天呢是一个八卦城，南天是八卦城过掉嘞。在民国22年前啊，哈、啊，贵国先师啊，台湾祖师啊，诸佛菩萨一慈悲开始嘞。开启南天，就是开启咱的南天，顶首顶首一窍，开咱的智慧。各位，咱今日破天地经，要搁人要讲的呢，讲一年也讲未了。咱呢，借着这个发挥的因缘，哈，咱以上简单，但是有非常有意义、有意义的真理，讲给大家知。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当时啊，哈，有两位徒弟真出名，孙膑、庞涓。孙膑甲庞涓，孙膑、庞涓，你莫甲看作，迄个庞涓，吼，害孙膑。
若是呢，这个孙膑呢，那么旁观者，伊会定伫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定伫世间的荣华富贵，结果我都成圣。今日孙膑已经成圣成道，吼、普度众生，救度众生。所以贵国先师啊，和这个孙膑啊，甲旁观伫世间，表面看因是咧战争，表面看因是咧修正。表面看，因兄弟咧结冤仇，事实咧照法来看，啊，因哥哥来看，啊，天意来看，是互相的成就，互相的圆满啊，互相的啊鼓励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伫世间的时，咱有啥当着，吼，或者我哦，咱咧完成借助，拄着朋友在甲咱啊百般的刁难的时，各位你爱甲感谢。因为伊的成就，你爱逆精进，爱逆精进。咱伫世间顺精进，无可能顺无可能精进，逆会精进。咱爱了解着为何今日伊会对我安呢？咱爱了解一定有因，啊有因就是现在的果。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。但是诶，咱袂使想尽办法要共找麻烦。要共造杂，要甲人，各种的代志要共陷害，咱绝对袂用有这种心，甲这想念，甲这行为。咱想尽办法要共陷害，这个就是咱做恶业结恶缘，以后生生世世一定去受报。那么咱现在当着人甲咱恶，甲咱诽谤，吼，甲咱骂。咱爱欢喜心，甲感谢，咱自己爱搁较慎重行事啊，慎重，吼、来做咱应该该做的。所以各位，咱爱感恩着人甲咱的鼓励，感恩着人甲咱对咱的批评。你甲咱批评，一定有原因。咱爱家己努力，爱去精进，时时对自己检讨，检讨了，问心无愧以后，咱去行去做，绝对无问题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哈、咱是已经大学第六届，第七届已经开啊，咱嘛是开始老大哥啊。咱的心量，咱的思想，咱的行为，咱爱经得起考验，这是咱天德经、天德经，甲咱开始真基本的条件。所以咱要回去，对天德经、天公、三十三天、南天在哪里？在咱的头壳顶、诶面顶去哩。你要去哩，一直爱气往上冲，逆精进、逆精进、逆精进，者一气一气冲天，正气冲天。咱爱依着正气，咱才有法度回归咱的天上的世界。咱爱依正气，才有法度回归咱的。好，自己净土的世界，所以今日呢，咱借着这个好因缘呢，要甲各位讲解着《天德经》的真理。好，咱若了解以后呢，咱自然过落会得幸福光明。